做蛋糕哪里需要玩火？真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。也是啊，是我太高估你的认知了。我天，你这写什么字儿啊？你出去可千万别说是我教出来的。你还好意思说啊？你都多久没有教我练字了？手。什么？补课。树先横，欲左先右，反义亦然。这就是我的名字，记住了吗？写好了。平安喜乐，顺遂无忧，好土啊！一刀即可。你说人话。用你熟悉的话来说，就是：愿你永走花路，不知人间疾苦。停电了，跳闸了吧？可真会掐点儿。没事，来，正好许愿。我许什么愿啊？我想要什么，直接跟你说不就好了？偶尔也要麻烦老天爷的，我不会一辈子都做你的神灯精灵。为什么？我有自己的人生，我也会结婚的。我又没有说不让你结婚，只不过要等到你60岁。哎，我可不是你爱豆啊！你这家伙很不讲义气，老大都没谈恋爱呢，何况你个当小弟的？去谈啊！从明天开始，你可以尽情的去谈恋爱，我再也不会干涉你。怎么了？开心的说不出话了啊？这店怎么还不来啊？我去看一眼。你不许走！蜡烛还没吹呢，我衣服很贵的。奇怪，你生什么气啊？你少啰嗦。干嘛？这是意外。我去你的意外！老大，你就当这是正常的社交礼仪，千万不要有心理阴影。我去你的社交礼仪！你陪我。还没消气儿啊？哎。你干嘛？有屁快说，有话快放，我给你30秒。生日快乐！20岁了，不容易。啊？从明天开始，想做什么就去做。如果遇到不错的人，千万不要放过他。我都相信你，一定没问题的。你干嘛这么肉麻呀？想死啊？你别以为说这些好听的话我就能原谅你啊。今天的事你给我忘了。会忘记的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我说完了，晚安。少醉，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。不过呢，一码归一码，今天的账本小姐以后再给你算。
知道了。那明天见喽。好，明天，倩倩。